用 BOT 打造图书馆共构书店的文创会馆，将精神兑换成助力，将资金挹注于总图的营运，让图书馆不仅是一座知识流动的公共领域，更是一座阅读的游乐园。这次由高雄市图书馆总馆和具策划大型阅读经验的青鸟文化策划执行，张铁志和我担任总策划人，而位于高雄总图 BOT 案的晨风青鸟和诚意酒店也即将开幕。2022高雄城市书展的主题是左图右书，图跟书分别代表图书馆跟书店，以高雄为核心，包括高雄总图、晨风青鸟跟诚意酒店共同跨界举办第一个图书馆跟书店联合的大型书展。那我们今天来了非常多与会贵宾，让我们先我唱名，请大家挥手致意，让我们欢迎高雄市议员的林婉容议员。我们的赖瑞荣立委服务处，然后我们的童彦珍议员服务处，刘嘉荣主席长，以及我们的陈慧文立委服务处，还有我们的钟明县里长，推动高雄文学不遗余力的郑九明医师。社长蔡文章教授、喜汉老师、蔡清波社长、林嫣老师、陈辉龙老师、沈
沈信宏老师，以及本届高雄城市书展策展团队及协力伙伴策划团队总策划人青鸟文化张铁志，以及阅读大使傅孟博，艺术总监詹普，台湾书展执行统筹总监黄伟伦，草地书室执行总监童建哲，诚意酒店总经理戴淑玲，新书店文化总监及叶美瑶，秀珍南饼店总经理夫人 Jessica， 小万品牌行销经理 Karen， 以及五宝村面包总经理邱一新。本次书展也邀请到高雄18间在地出版社独立书店共同响应，有15间书店出版社莅临，包含春晖出版社、爱智出版社、三余书店、等闲书店、奇经卡材书店，以及我们的台旅 Reading 刚好贩卖所、有间书店、城市书店、山猪窝、高雄山脉店、禅语阅读、猫手 Booking Shop、日文二手艺文书店，还有又林和和学堂书店，现场还有非常多喜爱阅读跟热爱阅读的好朋友，让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各位的莅临。我们今天高雄市政府大家长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欢迎我们的陈其迈市长，欢迎大家长，还有我们的史哲副市长，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王文翠局长。2014年高雄总图是以城市文化地标规格打造，是全国最早完工的新图书总馆，开馆8年到现在迈入全新的里程碑，不仅是新图书馆的运动创造者，而且用 BOT 方式打造图书馆共构书店的文创会馆。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到2022高雄城市书展的主办单位高雄市立图书馆的林奕成代理馆长跟我们进行简报，欢迎馆长。现场的各位来宾，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高市图的代理馆长林奕成。那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高雄城市书展的一个简介。首先，我们一起的总馆是由我们高市政府来出资新建，那透过公益运动来募集百万藏书。那二期会馆呢，则透过民间新建方式，是采 BOT 的方式，是由我们中信金控、唐人寿来投入，来创建全国第一个有图书馆、有书店、有旅店的一个文创会馆。那透过这样的一个 BOT 机制，我们所获得的一个营运的权利金，能够来挹注我们图书的一个采购，最重要的是扶持我们整个出版产业。那在2年前，我们陈市长的一个上任以后，我们引入 5G IoT， 然后在这最传统的一个知识保护，连接了我们的一个科技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进驻，来打造我们智慧城市。那我们这一次来筹办2022的高雄城市书展，左图右书，想要强调就是透过我们图书馆以及书店，还有我们旅店的这样的一个新场域的一个结合，然后来透过设计深化阅读的一个质感。那我们的主席啊，就是我们刚所介绍的一个占卜大师设计师来做一个操刀。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全新场域的一个体验，来做进行长长的一个日常生活冒险。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特色是由6大书展百场活动来做一个串接。那6大书展部分，由我们现在所在地的一个神功青鸟书店，大家所看到的一个非常有气质文青的一个书店。那再来就是我们在1楼的地方，连续2周，4个周末日，我们有港湾书展，是浓浓的一个户外一个设计风格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户外体验的一个书展。那再来就是我们由我们全市的一个18所，就是独立书店以及在地出版社所一起参与的我家旁边书店的一个主题的一个策展，还有以漫画为主题漫潮聚落书展，以及我们青鸟特别选出的青鸟想逛高雄想逛的一个潮间带的一个特展。那另外就是由我们这一次结合我们台湾设计节的一个设计主题书展。那刚从特别强调到的是透过我们社区连接最深的一个在地独立书店，然后作为一个全市的一个阅读体验。那我们这18所独立书店跟在地出版社呢，透过我们的一个在地的书展以及特色的一个
就是走读，然后透过不同的一个场域的结合，来兴起一个全市的一个阅读运动。那最重要是在我们这一次的百场活动里面，有规划的三场国际讲座，是由两位日本作家特别来到我们高雄来做一个演讲。那另外呢，最重要当然就是我们在地文学的一个参与。那在这里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个透过我们这两个空间的一个特色串接，让大家有百场活动的体验，也象征着是我们百场的一个阅读的一个尝试，全新场域，全新感受。那在此欢迎各位来进行我们第一届高雄城市书展的一个参与，谢谢大家。谢谢馆长。此届书展的总策划，那青岛书店过去也承办多大型的阅读节活动，但是高雄城市书展是我们的第一届，策划也是青鸟文化的张铁志。好久不见，那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一个写书的人，那我现在也是一个杂志社的社长跟总编辑，那我也做青鸟书店做了七年。外出去工，其实我对出版业算是有点了解，特别了解出版业的艰难。那其实过去我们知道，在台湾讲书展，过去就是摆摊卖书，那甚至大家说，书展最后几天就是便宜卖，这好像过去书展的常态。但是大家也知道，过去这几年台北国际书展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出版社主办企划的一个活动，因为这个的确是未来的趋势。因为我相信书展在现代不只是应该是一个书的交易场所，而是应该是一个文化和思想的汇聚平台，是一个知识的游乐园。所以我想这是这一次高雄城市书展这么重要的意义。的确，从2014年开始，我们高雄总图开启了台湾新的图书馆的运动，尤其是高雄总图跟现在我们所在的这栋 BOT 文创馆又是一个创新。所以这一次的高雄城市书展，我们所希望做到的是一个台湾面向未来一个全新书展的形态。它既要非常关注出版，但它要非常的跨界。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有电影，有音乐会，非常在地的前提，大象体操，我们有饮食，甚至我们结合酒店的房间，希望从图书馆不同的空间到书店到诚意酒店，能够打造一个让阅读可以自由流动。因为作为一个出版人，我说实话，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更多年轻人喜欢阅读，了解出版的魅力。所以我想这是这次书展我们所希望做到的事情。那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是一次很新的尝试哦。我们希望可以在高雄这个地方出发。那我是台北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也很虚心，希望在这个地方可以跟这么多高雄在地的独立书店，跟高雄在地的朋友来学习。那我希望未来这个事情哦，因为这次不止下礼拜不只是城市书展开幕，也是高雄城中青鸟的开幕。我想这个是非常值得高雄骄傲的。在高雄有这么大一间书店，其实都是书，它并不是商场。所以非常感谢诚意酒店的支持，尤其是我们戴总经理在这边，也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这个地方希望未来是整个台湾的一个阅读的亮点，阅读的骄傲。尤其希望书展之后，图书馆、书店跟酒店能够继续有更多阅读的自由流动在这里发生。希望未来让高雄成为一个我们做出版人、阅读者最幸福的城市。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谢谢所有的朋友支持，也谢谢市政府对阅读的支持，谢谢。高雄城市书展的形象宣传影片，这支影片由艺术总监詹普担任导演，知名电影监制陈宝旭担任监制，借由影片穿梭高雄城市的不同景观，就让我们一起来观赏。雨落在高雄的港上，湿了满港的灯光，有的浮金，有的留意，把几乎中暑的高雄轻轻的拍打，慢慢的摇晃，投入了清凉的梦乡。
高雄城市书展。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首届高雄城市书展的影片。我们穿梭在成功新岛，当时在建国中穿梭在诚意酒店，还有高雄总图。我们呈现了三馆共构的非常美丽的视野跟景观。那就像阅读大使傅孟博说的，阅读就像是日常生活的冒险。那接着让我们欢迎这一高雄城市书展的艺术总监，也是本片导演詹普，来跟我们说几句话。我们欢迎詹普。大家好，我是主视觉设计团队阿布詹的詹普。那很荣幸再次可以担任高雄城市书展的主视觉。我们打造了 CI logo， 打造了形象照、形象影片，当然是在很多团队的帮助之下，包含我们的前司郝俊杰，包含了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诚意青鸟文化团队等等的协助。那我们想用logo 来跟这个视觉来传递书展沟通的讯息。我们的 logo 有点像是不同形状书本，有点像是海洋或是大楼所建构出来的书本的面貌。然后我们的形象照跟形象影片其实想诉说的是高雄的海洋、高雄的天空跟高雄的城市。然后邀请了高雄城市书展的大使傅孟博以及特别演出的张颖来演出。那这在演出里面的传递的讯息，其实想诉说的就是，我们在相关每一本书都是不同的冒险。那其实书是很难用视觉来呈现的，因为每个人看到文字想象中的画面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也许只能用书的把阅读的情境拍摄出来，用书的情境让他自己去想象，然后提醒大家，如果能够来到城市书展，如果能够走进图书馆、走进书店、走进出版社，看到不同的书，那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冒险等大家一起来相遇。谢谢。都非常令人惊艳，而且本届也由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傅孟博担任阅读大使。他不仅过去参与过的多部电影作品都在高雄拍摄，那他也三次参与高雄电影节，就让我们欢迎孟博。我们先请孟博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次合作的感想，还有阅读对你的经验是什么。大家好，市长各位文化圈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傅孟博。那非常的荣幸可以担任书展的大使。我不太好意思啊，因为自己读的书一定没有大家多。但其实对我来说，阅读一直是伴随在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我平常可能读的剧本比较多，主动去找的书相对少一些，但因为现在我们想要什么资讯跟想要什么知识，其实手机按一下马上就可以出现，所以整个社会是在一个所有的人都是在一个很急躁、很速度很快、很烦躁的状态。那我觉得阅读这件事情，你从你手触摸到纸张的触感，还有你脑袋里是主动的去接收到文字、接收到图画，它是主动的，它不是像你手机里它有很多演算，它是推给你。其实你不是真的想要看这个东西，你被牵着走。所以我觉得，阅读会让我找回自己的主动性。那这次也很开心可以跟詹普合作拍这个形象短片。那其实我好几年前就有高雄拍，我就有来总图拍过，也来总图参加过高雄电影节。每次来高雄都是跟影像相关的工作。对，那这次是跟书相关的，所以算是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但其实都是我们日常息息相关的。你和我都需要阅读。谢谢大家。谢谢孟博大使，孟博，的确阅读是你和我密切相关。谢谢孟博。
那这几年的高雄真的很不一样，从大港开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2022台湾灯会、金曲奖颁奖典礼，还有刚落幕的文化博览会，以及即将展开的高雄电影节、台湾设计展，那蓬勃发展的重要盛事都在高雄。让我们欢迎高雄大家长，我们的陈其迈市长。瑞山、张虎公婆，还有郑医师、各位策展人、各位、文化界、出版界、各位先进、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有一次我碰到妈妈市长，这个在好几年以前，他就一直在念这件事情。他说那个图书馆当时在盖的时候也不晓得要花那么多钱，但是呢，花花市长当时讲了一句话说恭喜这边死者、让他花了19亿、本来16亿，后来工程完工的时候花了19亿，不过图书馆完工之后他非常的骄傲、当时是一句玩笑话，盖了这个图书馆让高雄变得跟别人不一样，也开启了台湾的新图书馆运动，所以我们看到台南、桃园、新北等等各县市的这个图书馆啊，这让大家觉得说啊，这个图书馆其实是一个不只是知识的宝库哦，更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游乐园，更是我们共同记忆的地方。那我记得。我们之前高中啊，假如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年代啊，这个铁志啊，应该年纪差不多，还有这个郑医师啊，当时高中的时候，假如说这个要跟女朋友去约会，都会说去图书馆，这是一个代名词，也是一个借口啊，因为去图书馆，妈妈一定会说，爸爸一定说啊，这个好，那图书馆要多去啊，但是其实是跑去约会。但是现在的高雄真的也不一样啊，很多人说要去图书馆啊，大概是图书馆我越来越让人民觉得说，市民觉得说，那图书馆真的是在这里可以有更舒适的空间，有更好的阅读，有更多的文化的飨宴啊，那当然跟约会也没有冲突啊，所以我想我们。文创会馆在下个礼拜就要正式的启用，那这一次的书展也大概有等待了8年的时间，那又用另外一种新的不同的方式，从图书馆到我们的这个书店，以及到我们在中间串起来的6个主要的书展区，那我相信这个诚如刚刚铁志兄所特别提到的，这个当然也不是就单纯的一个买书卖书，那常常以前真的是逛书店就是跳楼大拍卖，那把书或者是阅读当成一种商品，其实它应该有更不一样的这一个意涵，它是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不管是思想或者是创作或者是文化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所谓的武林大会那在这里我会因为这种交流而更激荡出另外一种不可能所以我相信当时高雄市政府在花妈市长跟史哲副市长当时的构想也是言着于此所以我也希望说这一次的我们高雄的城市书展也会开启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面貌希望说大家可以爱上阅读，就正如刚刚孟博所提到，因为现在手机不是只有说这个常常会接受到一些推播的不必要的这些资讯，而是在主动的能够寻找自己的想要阅读的书籍，想要了解不同的。这个经验，想要接触更多的
不同的冒险里面。我想这个会超自在此，能够让自己不仅在阅读的中可以不断的与自己对话，与城市对话，还有与土地对话。所以我想我也今天要非常特别感谢所有的策展人，还有我们所有参与的，包括我们出版社独立书店还有我们所有文化界文学界各位朋友的共同努力。那也正如回到我刚刚一开始所讲的，其实新图书馆运动开启了一个不同的一个视野。那我也相信一个城市最伟大的建筑其实也不是在于说市政府或者是这个马路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公共建设，而是在一个城市的图书馆或者是一个城市的阅读，这个才是这个伟大城市的底蕴。所以要特别感谢所有为我们城市还有我们台湾共同努力的所有的文化人，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老板还有我们的出版界的朋友都在现场，听到我们的市长跟我们讲这番话，一定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好，那我们2022高雄城市书展的主要视觉意向，我们再次请我们市长上台，还有请我们的总策划张铁志先生以及阅读大使傅孟博一起来到舞台的前面，帮我们手持三个相当重要的主视觉 logo 书，请帮我拿在手上，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上。视觉是象征海浪的阅读之海，高雄楼房象征双管建筑，以及书籍象征精彩的阅读火花。那我们请我们的媒体朋友可以先帮我们拍照。那我们请我们的三位贵宾把口罩拿下来，然后把我们手上的海浪、双管以及书籍握在手上。好，我们先看前面。好，我们看左边。好，我们看右边。好，我们请三位贵宾市长还有总策划以及阅读大使把三块板子放到前面的透明立板上。前方倒数三二一，三二一。市民可以一起到高雄城市书展，那现场的媒体朋友后方的也可以。前面的走 ，Hello。走，真的一样。好，大家看前面哦，前面的媒体朋友 OK 了哈。我们看一下后方的媒体朋友，看一下后方的媒体朋友。书展站，前面请蹲下。前面的媒体朋友们，帮我蹲下来。大哥，那我们再一次，我再说一次，那大家再跟我喊一次站。2022高雄城市书展站。好的，那先帮我看一下中间的媒体朋友。好，那帮我看一下左手边的媒体朋友。